钟声响起，我们把握住最 happy 的十分钟。你唱着你穿着我前往极无敌权力的进攻。Hello， 我是 Sandy， 我是 Mandy， 今天我们接到了麦香柠檬红茶酸甜健康站百搭挑战任务，要我们找出校园附近与麦香柠檬红茶超搭的神经美食。听说豪哥和泰哥要进行这个任务，那 Mandy 我们要不要和他们拼一下接下这个战术啊？当然要啊，而且吃的找我们两个吃货就对了。而且我们还有很大的优势，就是我们学校附近就是超级有名的瑞丰夜市。到喽，这里就是瑞丰夜市，很多学生下课之后都会来这里逛逛，超热闹的。身为校园美食的南区代表，我们特别收集了很多网友推荐给我们的美食，并且从中选出了三样，那我们赶快去买吧。都买到啦，那 Mandy 你来说说我们买了什么吧。我们买了熔岩起司鸡、天使鸡排，还有真式福建炒面。那我可以吃了吗？不行啦，美食还是要配着麦香柠檬红茶才对味。但是现在超多人的，我看我们还是回家慢慢配着麦香柠檬红茶享用好了。 OK， 那我们走吧。终于到家啦，那我们现在就来品尝我们的美食吧。那我们要从哪个开始呢？我觉得先从天使鸡排开始好了。好啊好啊，因为它的味道真的非常的香，真的好香啊！而且我们刚刚排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排到，是排最久的。对对对，好，那我就先试试看咯。哇，好香哦！它的肉很软嫩多汁哦，那我也要试试看，好香哦，啊，好好喝哦。吃一口鸡排，配上一口麦香柠檬红茶。麦香柠檬红茶以清甜带果香的锡兰红茶搭配培香大麦与台湾柠檬汁相谱的好滋味，整体口感清爽香甜，顺口不涩。真是福建炒面，好期待哦！给你们看一下，噔噔，哇，它里面还有虾子跟花枝哎，感觉很好吃。好，那我要来试试看喽。哇，很好吃。麦香柠檬红茶闻起来有清新茶香，喝上一口鲜柠微酸，清爽又清甜，搭配任何美食小吃都能撞出惊喜火花。接下来我们来试试看熔岩起司鸡吧。好啊，哇，夹一块看看。哇，它会牵丝哎！怎么样，好吃吗？它的起司非常的浓郁。麦香柠檬红茶酸甜渐层的口味，让美食可以一吃再吃，吃不腻。麦香柠檬红茶不只是包装可爱，它酸酸甜甜的口感也可以百搭各种美食，很适合外出旅游、好友聚餐等各种场合哦。吃了那么多学校附近的美食，结论就是一定不能没有麦香柠檬红茶啦。对啊，我也这么觉得，校园美食在麦香柠檬红茶的搭配下变得更好吃了。涛哥、蔡哥吓到了吧？是不是打算先认输了呢？南区的朋友们站出来！只要在影片下方留言推荐
南区其他更百搭的高校美食，就有机会获得麦香柠檬红茶首度推出不公开贩售的麦萌百搭金卡。而且只要我们的票数赢过另外两位对手，会再抽出十箱麦香柠檬红茶送给投给我们的粉丝哦。哇，也太赞了吧！也赶快去对手浩哥和蔡哥的频道看看他们推荐的高校美食吧。